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宇宙姐姐。我和唐诺的野人部落计划还不算完全告吹，至少我们还有我们的仙人啊，智勇双全，他还在。嘿嘿嘿，姐姐，你看啊，仙他替咱们两个打怪去了。哇，太勇敢了，不愧是我选出来的带刀侍卫。我说这位仙人呢，你要不要迂回着打这个蜘蛛啊？不需要。太牛了，仙人啊！等会儿，哎呀，请问这位仙人怎么站在这里不动了呢？没有路了。姐姐，这就是咱们家智勇双全的野人吗？你看看他那个智商，你是菜鸡，我是胆小鬼，现在再加一个笨蛋，我看咱们那个生存……哎呀，别说了，我去收菜了。咱们家胡萝卜和这个土豆都熟了哈，用它们可以做胡萝卜大餐。你知道那能做什么用吗？我当然知道啦，喂猪的嘛，可以让小猪生宝宝。哎，对喽对喽，现在我们就去喂小猪吧。来来来，吃饭啦。嘿，我的天，这个猪这么高产的吗？一窝生出四头小猪，哎呀妈，太多太多了，不能再喂了。姐姐，咱们家里的西瓜和南瓜也熟了。好，我马上去收，之前都不够，找都找不着，现在没一会儿就成熟了。站在高处看看我们家真是好看呢。糖豆啊，咱们把房子装修一下吧，之前好多小伙伴都说咱们这么大的房子一点内部装饰都没有。嗯，我也早就看见有小伙伴说了，但是最近一直都挺忙的。你先把小床和别的东西都拆掉吧。嗯嗯，我那个火箭还糖豆，你看看柜子里桃木板什么的都够吗？咱们还得做家具啥的呢。姐姐，我的火箭。哎，这个狼窝怎么就剩这么几只狼了？然后我出去找点羊毛哈。